的，我知道大家火气都很大，对政府都很不满，心里面有很多的苦闷，没有办法说出来，我们就用这一颗蛋来让他替我们说话。可是千万不要去查警察朋友啊，不要看到警察朋友就去查他，因为他们也是辛苦的在做一些事情。但是请大家记得这颗蛋，请大家好好的保护他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动作哈，来，团结，穿团结公园红色背心的往左边靠，往左边靠，穿黄色背心的往右边靠，往右边靠，哦，好，接下来请护士车往前，请护士车往前，都是站，站起来。好，物资再往前。哎，叫指挥车停一下。哎，指挥车停一下，指挥车停一下。好，物资再往前。抱歉，抱歉。好，好，停，车门打开，把鸡蛋全部拔出来，后面还有十箱。我们桃园的来这么多，就是要丢最多的鸡蛋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桃园的工会惹不起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拿到前面去，工商和南电还在前面，待会拿几盒，拿个五盒过去都可以。来，商品堂直接拿到，直接往工商南电去拿，蔡小厨没拿。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喊啊！蛋在手，跟我走。蛋在手，跟我走。蛋在手，跟我走。来，物资车现在停，队伍前进。蛋在手，跟我走。蛋在手，跟我走。待会儿，鸡蛋不要对着警察。不要对着警察，哦，不要对着其他人，我们就是要对着政府，我们就是要告诉政府，工资都不提高，外劳一直增加，我们人民已经受不了了。这里有中华电信的员工，等到砍完军工价，接下来就是污名化国营企业，一步一步来。如果今天砍了这些人，我们民营劳工的可以提高，我愿意。但是如果说他只是砍来砍去，没有增加，我们民营劳工还是那么惨，我觉得政府就不是在改革，政府就不是在改革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帮我们拿了牌子，从头游行到尾，他是日本航空的公司的员工，当时日本航空解雇了我们台湾的劳工，聘用日本劳工，结果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，政府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。好，所以让我们把所有的愤怒拿在手上，我还看到旁边有些人拿着照相机，是为什么手上不是鸡蛋？好，赶快发给他们，好不好？我们待会儿就是要让政府知道台湾的人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，我们再来喊口号，站在手跟我走，站在手跟我走。来，前面是工商。工商南店的朋友，有没有鸡蛋？有。有没有？有。跑三手的朋友，有没有鸡蛋？有。团结公园的朋友，有没有鸡蛋？有。好，我们待会要去哪里收鸡蛋？总统府。好。今天我们游行的路线没有经过行政院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必去了。我们今天就是要告诉马总统，行政院的政策是错误的，我们已经去丢过了，在10月1号的时候我丢了也没有用。好，我今天就找100倍的人，那一天朝三总统出了10个人，我们今天就出了100倍的人来丢鸡蛋，好不好？好。
今天不会只是第一天，今天也不会是最后一天。12月31号，如果政府没有改变，所有的政策还要再走，包括把国营事业民营化，包括土地财团，包括减少基本工资，包括增加外劳，我们是不是还要再来丢鸡蛋？到时候搞不好不是丢鸡蛋了。我们希望政府好好的想一想，来，大家一起喊，土地财团，人民倒霉，人民受苦，土地财团，人民受苦，提高工资才会有感，提高工资才会有感。好，好，现在大家